恭恭敬敬奉旨。八代弟子全冠清恭请帮主安好。大家起身，一切已经准备妥当，请帮主主持大会。各位兄弟，呢次召开大会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是为了马大哥的惨死和西夏约战的事。哪位高手来了？慕容公子去了洛阳见你们帮主，你们黑衣帮反而在这里开会，想累我们公子白走一趟。真是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。这位是？人家说包不同，不就是我咯。哦，原来包三先生，在下乔峰，久冒英名，荣幸之至。江湖上说北乔峰，南慕容，今日一见专烦。乔帮主，我觉得你都没哪一处及得上我们慕容公子，我想这句说话应该调转来讲才对。北乔峰，南慕容，只不过是江湖上的戏言。我对慕容公子素来敬仰，我都好想见他一面。既然你仰慕我哋公子，就唔应该偷偷地嚟到江南，唔啱。点样唔啱？包先生请指教。我哋公子听讲乔峰系一位江湖好汉，所以专程去到洛阳拜候阁下。但系你竟敢偷偷地嚟到呢度，真系岂有此理！帮主，你教坊太过无礼，我哋教训下佢。系、哎，有啲无礼。如果慕容公子驾临敝邦，在下一定远迎，失迎之罪先行谢过。失迎之罪，罪大极矣，当然系要谢过。只不过所谓之不知者不罪，但系亦有谓死罪可免，活罪都难饶，一定要罚。素闻包不同专门放狗屁，果然名不虚传噃吓。所谓臭屁不响，响屁不臭，偷偷放屁梗系丐帮六老所为啊！包不同，你既然知道我哋嘅名头，点解仲喺处乱咁放狗屁？丐帮六老有咩咁巴闭？我包不同唔放在眼内。咦？乜得四老咋？仲有两老呢？想话偷偷地向我施暗算啊！我包不同最中意打交嘅，有本事放马过嚟。包老三，我老打交，你又点及得我江南一阵风风帮我啊？你企埋一边罢啦。停！啊，风扇哥嚟咗啦！你想同我争？等我先。停！王姑娘。强将手下无弱兵，唔怪得姑苏慕容可以名震江湖啦。朱贤弟，你话系咪？唔知慕容公子会唔会嚟呢？天下武学你无所不知，包先生的绝学究竟是何门何派？这些是包三哥的独门功夫，我不识。王姑娘，那个黑
依攞住个麻袋，到底呢啲系咩武功嚟噶？呢啲功夫我喺书都未见过嘅，但系嗰啲拳脚就有啲似通臂拳。不过佢使用麻袋嘅手法就有啲似湖北阮家八十一路相接近。帮主，你同包先生解读先啦。帮主，呢个人走嚟捣乱，仲得罪咗帮主你。诶，虽然系佢哋唔啱，但系远道而嚟都系客啊嘛。真相未搞清楚之前，我哋唔好伤咗和气啊。帮主，马副帮主分明系慕容复所杀，咁我哋仲使乜对佢嘅下属讲仁义道德呢？你俾解约佢先，一切我自有分数。系。我哋帮主以仁义为先，我去啦。多谢乔帮主。请问长老，解药点样用法？先将伤口嘅毒液吸清，然后将药敷上去。咁等我帮你吸啊。咪住，女性唔能够吸。点解啊？吴宫之毒乃系阴性之毒，女人属阴，阴上加阴，毒性就更加强烈啦。等我同你吸。多谢乔帮主。乔大哥，等我嚟。段公子，相救之恩，老夫真系没齿难忘。小事啫，何足挂齿？你非呀非呀，老夫呢条命喺段公子你嘅心目中系小事，但系喺我本人上嚟讲系一件大事。多谢，多谢。风师弟，唔使惊，我嚟帮你。奇啦，今次大会冇召到芬陀兄弟嚟噶，点解又会嚟嘅？唔通帮里边发生咗事？喺呢度发与我搞，我帮你打倒阵，乔帮主，苏文你哋丐帮高手如林。今日竟然用打狗阵对我哋两兄弟，算得咩英雄好汉啊？冇错啦，有本事嘅就单打独斗。全部退啊！既然两位咁中意打交，咁乔峰就陪你哋玩几招。各位 YouTube 的观众朋友，我是黄志文 Mandy， 我是六号六号明啊，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频道这个 channel 就可以收看精选的 TVB 剧集了。还有英国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最近新出了一条专为你们而设的 YouTube channel TVBJUK， 将今年最精彩的剧集带给你们，记得 subscribe 啊。